收了20年全国的税，要收20年的税，才有他的财产了。哎，你就知道谈到什么程度，而今安在在啊？有什么用啊？是不是？佛法就是叫你看透一切，内心没有妄想，所以你的待人处事就是这么真诚。我一世间无所求，我也无所着。也既然无所求无所着，当然就无所惧啊。所以你的待人就非常的诚恳了。接下来前面我们讲过，伟大的将领一生当中，那是出自阿含经的啊。伟大的将领一生当中，或许能赢得漂亮几次战役，但是武场却是在每一场战争当中是最大的赢家。这伟大的将领一生当中，或许能赢得漂亮几次的战役，但是武场却是在每一场战争当中最大的赢家。英雄好汉抵不过武场的，伟人也抵不过武场，地位崇高的人抵不过武场，哎，富可敌国你一样抵不过武场的。接下来，过去的事等同灰烬了，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呢、啊、想要学佛就要珍惜当下的今天，绝不等待明天。过去的事等同灰烬了、啊、一个今天胜过两个明天了、啊，想要学佛就是要珍惜当下的今天，绝不等待明天。现在机会来了，我们有机会来听师父开示，接下来就是你们自己的工作了。你不觉悟我也无能为力啊，你回去懒惰我也没办法呀。所以自性要自度啊，迷失失度啊，悟的时候要自度啊，知道哦，佛法这么珍惜，这么可贵，人生啊最大的财富，智慧的财富，原来在佛法里面显现，而且人人本来就具足佛性的，你肯你就得到幸福，你不肯我也没有办法，这不是佛有办法的。啊，你不肯改变自己，不肯学佛，就是释迦牟尼佛来到你的面前也无能为力啊，也无能为力啊。接下来唯有忍辱才能征服外在可怕的敌人，也唯有智慧才能降服自己心中我慢最大的敌人呢、啊、我慢高山呢、啊、不流得水啊，这个是与生俱来，因为第七意识执着第八意识的见分为智王，而第八意识根生种子跟器件都是第八意识的相分，第八意识的相分如果不妄动就不会产生见分，那么就凡所有相都是实相啊。这个讲起来是有点深度哦，这个是唯识学上的啊，这从来没听过的就完全听不懂，但是没关系，我的带过去就好。唯有忍辱，就忍辱其实是一种享受。你了解，爸爸妈妈还没有生我们的时候没有这个人啊，我们现在有这个人，当体即空，每一分每一秒都在变化，事实上一切法无我。你想要忍辱要了解一切法无我哦，既然一切法无我，
这个色身有一天会烂会坏，又丢掉的，剩下一堆骨灰放进那骨塔里面，那还有什么不能忍的呢？所以唯有忍辱才能征服外在可怕的敌人。所以在座诸位，如果有人对不起你，你要忍辱；如果有人赞叹你，你要忍辱，你要忍辱；如果有人一天到晚啊对不起，对不起你，乃至于很多事情都啊黑的讲白的，白的讲黑的，啊制造假象，冤枉你，委屈你，在这诸位都不需要辩解，因果就会恢复，智能就会调整的好好的，真的啊，这句话我活了四十几年还真是这样。哎，我们出家有时候说法也实在是无心的，有时候某一些人呢、啊、比较极端了，讲啊开始一直攻击慧立法师啊，当然大部分的人都认同跟赞叹了、啊、但是他一年两年十年二十年过了啊，也不卡喝啊，他也没有比较好啊，反而忍辱的人心中啊品尝那种美，我们就是忍不下来，忍不下来就是没有明天啊，忍不下来就是没有未来啊，你忍不下来就不能品尝到生命的真实的美，所有生命真实的美都从忍辱出现，都从忍辱出现，那越忍辱你的面相就会越来就会越改变啊，越改变，唯有忍辱才能征服外在可怕的敌人，也唯有内在的智慧才能降服自己心中我慢最大的敌人。所以我们的敌人不在外，而是在内心的深处那种我慢，我慢高山不流得水，在唯识学里面讲啊，啊，唯识心才结会里面讲了一句话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，说天不高我慢最高，地不大我相最大，啊，我相最大，哦，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哦，啊，天不高，哎，说啊，天很高，不高，我慢最高，没有人比我慢更高的，不甩人家，看不起别人，自己有少许的财产才干，讲起话来好像自己是就是天经地义的老师，好像在训诫别人，哎，这个就是，哎，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，没有空慧的思想，满口大道理，只是在赞叹自己而已，只是在赞叹自己而已，所以要有空慧的思想，地不大我相最大，我说哦，我们有一块土地很大，不大不大，我相最大，没有人比我相更大的啊，还有人比我相更大吗？开口闭口都讲我呀，开口闭口是我呀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天不高我慢最高，地不大我相最大，这句话出自唯识学，那我慢我相来自于我贪我爱我见我痴，什么都我他就会贪，什么都我他就会爱，什么都我他就有自己种种的看法，叫做我见啊，看见的见，见就是观念的啊，夫妻之间为什么合不来，你有你的看法，你有执着自己的我见，老婆有老婆的我见，妈妈跟儿子合不来，为什么，妈妈有自己的看法，儿子怎么样就是有自己的看法，你生他的身体你也不可能生他的心啊，完全服从你，
不可能，个人有个人的业力，个人有个人的宿世，所以你能生他的身体，你不可能生他的心，所以儿子会跟你对杠，那很正常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想到这个，连自己生的儿子有时候都冲着爸爸妈妈争吵啊，所以有时候法师们呢、那我这里剃度啊有一些看法呀、跟我不太一样，不过他们也很尊敬上人啊，这样就好，那这样就好。为什么生他的儿子都不会听到老爸的话，何况我还没有生他，对不对？哎，所以我们这个讲，我就讲得很好的，哎，就是不要太过分就好。哎，还有的女众啊，最近也不晓得走到什么运，有一些女众啊，包括大陆的，就是要跟着师父出家。我就跟他讲啊，我呀40年来就从来没剃度女众，是不是？要体谅一下，因为我答应了广化律师，广化律师就是惠利啊，来在我面前发言，这辈子不要剃度女众。我说好，那就发言呗，就我坚持到今天。那现在很多女众也就是某人家也剃度女众啊，说哦，那你找他好了。嗯，我不要找他，我对你有兴趣。哎呦，千万不要对我有兴趣，我一点兴趣都没有。嗯，你不要这样子，不要叫我开源，我已经坚持了40几年了啊。接下来彻悟，我们一定要彻悟几个重点，要不然呢，我们今天呢来到院里弘法就很可惜了。你彻悟这个身体从上到下都不干净，头发3天不洗，你试试看，哎，就痒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色身，如果一个礼拜不洗澡，除非你住在东北，-40几度的，那都没话讲啊。这在台湾也没有那个-40几度的呀，是不是？所以住在啊冰天雪地的地方，像莫斯科或者是西伯利亚啊，莫斯科还好，也不怎么冷，西伯利亚就很冷的，-几十度，在这个世间测速的西伯利亚最冷最冷的-70几度，72点多度，还有一个在南极，这是有史以来测到南极最冷的-81.2度，这是有史以来地球最冷测到南极。我被绑了一下躲啊，-80几度，吓坏人啊，吓坏人啊啊！所以台湾也没有那种天气，所以应当讲的话，那么应该干净啊，要多洗澡。所以第一个要彻悟，我们这个身体不清净；第二，这个世间是苦的，生老病死苦，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啊，苦。这个世间是无常的，会变化的，万法是空的，还有一切法是无我的。哦，我们这个色身啊，看清楚人无我，五蕴色受想行识，这个色身用化学来分析一下，就是这些元素而已，宇宙的元素构成这个色身。有一天宇宙，你借重宇宙的能量，宇宙大自然也会带走它的。你今天借重宇宙的能量，借重宇宙的元素，有一天啊，大自然也会带走这些元素的，一点都不会客气的啊。接下来啊，人无我，接下来就是法无我，法无我啊，所以一切法也空无自性。
好，我们渐渐有了这些基础以后，来认识一下什么是事，什么是智。诸位，事，意识形态的事，啊，眼根攀岩色尘产生眼识，这个事，它能分别；智也能分别。事是执着的分别，叫做有漏分别；智是没有执着的分别，叫做无漏分别。事是生灭有为法，智是无为法的。事是不善分别，智是善于分别。两种都能分别，但是众生的妄想颠倒，就是事心分别、有漏分别、有为生灭的分别、不善于分别，就是烦恼重重，叫做事心分别。智叫做无漏分别，叫做无为法，叫做善于分别。他虽分别，不做分别想。在这诸位，你千万不要说事不好，我啊把它除掉。诸位不需要，事心生灭，当体即空，事就是性，事性就是智慧啊。不好的东西转换一下，就是最可贵的东西。所以你不要说我啊离开这个事，离开这个事就没有智。对一个在阶位里面修行的人，就是哎呀，我们要离开妄想颠倒分别的事。对大彻大悟转世成智来讲，事就是智。在这里有个重点，凡夫叫做万法为事，相分就是事体变现出来的，见分是事体妄动出来的，智体分就是生灭的意识心。凡夫叫做万法为事，佛陀叫做万法为智。哦，这句话你可要记清楚，是智当下就是，能放下的就是智，不能放下的就是事，事就是波动，智如同大海。生灭回归到最后，体悟到最后，生灭当体就是不生不灭。所以窥基大师就这么说了啊，成归世论啊，若论生灭，一切皆是事，皆是有为；若论智，一切都是无为，都是无漏，都是平等；若论觉者，一切都是般若，一切都是般若。哎，再讲一遍，若论事，一切都是有为，一切都是生灭，一切都是有漏，有漏。啊，若论无为，一切都是无漏，都是平等。若论智慧，于生命里面懂得去抉择，有为放下，有漏放下，不善分别放下，立刻就证得般若。无漏也有分别，善于分别，平等的分别，无所住着的分别，开悟见性，事就是智，妄动就会把般若的智慧变成生灭的执着。剩下一点点时间啊，接下来我把好的比丘还有好的修行人，这是龙树菩萨十住比婆沙论出来的啊，因为师父啊看了非常多非常多的书啊，所以讲经说法都要有依据。现在啊，简单讲什么是
好的比丘啊，泛指一切好的修行人，持住比婆沙论卷四五种情形，能令菩萨还有比丘修行不退转。一，离一切相，用平等心善待一切众生，入无分别智，此人生生世世修行不退转。一，离一切相，用平等的心善待一切众生，慈悲平等，无有分别，此菩萨比丘修行不会退转。这是好的比丘，好的修行人。二，不及他人利养，不会嫉妒别人供养比我多，对自己的身心财产全部能舍，这是一个好的比丘，好的菩萨，好的修行人。第二，绝对不会去嫉妒别人比我行，供养比我多，同时把自己身心财产完全舍离，这个人临命中一定没有障碍的，没有挂碍的，这是一个好的比丘，好的菩萨，好的修行人。第三，乃至于失去生命，他都愿意守佛的境界，守口如瓶，绝对不说示众过，不说出家的比丘比丘尼过失，也不说在家哦居士或者在家的女居士的过失，绝不说一切法师的过失，一生一世口业清净，此人是好的比丘，好的修行人。再念一遍，第三，纵然这是十住比菩萨论龙树菩萨造的论，第三，乃至失去生命，我也守佛的境界，守口如瓶，绝不说世众过失，不说一切法师的过失，一生一世守佛的境界，口业绝对的清净，此人是好比丘，是好的修行人，是好菩萨，修行不会退转，得到福德无量。我们身体修行来的福德因缘，是什么会把它化掉呢？就是这只嘴巴，这只嘴巴。像我们以前啊，在念台中南普陀佛学院的时候，有的比丘啊，可能是刚初学佛法的，口业不是很清净啊，念哦，他喜欢这样攻击毁谤啊。广化律师常常开示我们，身体啊很不容易啊，修了那一些福德，洗锅子啊，扫地啊，擦佛像啊，对不对？这那一只嘴巴就全部把它花光光，还欠债啊，还刷卡，刷爆了。这是广化律师就叫我们了，我们呢一定要守口如瓶啊。挣来的功德嘴巴锁住了，功德就存在了，你不说会死啊，你不要去说是是非非嘛，要会赚钱，要能守得住钱，你会赚福德功德，你也要守得住啊。广化律师是说，我们所赚的功德通通给这只嘴巴花光了，花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女众啊，那只嘴巴啊，小心了、啊。我讲的是外面的啊，那跟你们没关系的，当然跟你们的口还那么善良，还来听释慧律法师开示，当然是好人了、啊，是不是？哎，当然是好人了、啊，是不是？我看了一个哲学家讲了一句话，我念建中的时候看到这句话，我一直记到现在。他说呀，
男人很狠啊，你能耍起狠来啊，比男人更狠。这句话几十年后我都背起来，哦，只要是女人我都敬畏到她，哇、哦，要她耍起狠来哦，你会受不了的啊。当然不是指你们了，还是讲外面的，是的是的，哎，是的是的。接下来啊，所以说乃至失去生命，我也守口如瓶，绝不说世众的过失，也绝不说一切法师的过失，一生一世坚持佛的清净戒律，口业绝对清净。他不好，他负因果，跟我没关系，我造业，那换我掉进去，你记住啊，冷静一下啊。如果第三呢、啊、那就是好比丘守清净的口业，好菩萨，好的修行人，绝对不退转的。第四，具足信心呢、啊、临舍生命，求如来甚深的正法，皆不退转，此人生生世世不退转。第四，具足对三宝的信心，临舍生命也要求于如来甚深的正法，乐于如来甚深的正法，此人是好比丘，好菩萨啊，好的修行人，生生世世决定不退转。第五，绝不诈现威仪啊，皆不口是心非啊，力无实德，经教不通，心性不明，外面呢、啊、现出庄严之相，贪着别人的恭敬跟供养，菩萨绝对不贪众生的供养。再讲一遍，第五，绝不诈现威仪，欺狂众生，里面实在是没有实德，经教不通，心性也不明啊，法乱讲，欺狂众生，外现庄严，贪着别人的恭敬跟供养，骗得了无量的财富，菩萨绝不贪着这些假象，而造了无量无边的恶业，累积像须弥山一样那么大。尤其是比丘，千万使不得，哎，千万使不得。如果能这样子，不诈现威仪，不口是心非啊，也不会欺狂众生，外现威仪，只知内无实德，只知经教不通，只知心性不明，也不贪着别人的恭敬供养，这个是好比丘。那么这个是好菩萨，是好的修行人。佛陀说弘法利身这句话对出家人呢更为重要，对在家居士也很重要。佛陀说弘法利身本来就是要跳出轮回的，现在又回过头来贪着名闻利养，无法离欲，又反入轮回。佛陀说是真的是可怜的人。再讲一遍，佛陀说呀，弘法利身本来就是要跳出轮回的，现在又贪着名闻利养，又无法离开这些欲望，又反，就是到月球重返地球，反过来那个反过来又入于轮回。你看这个修行人多可怜。好，接下来啊，讲不完了啊、哦，讲不完，没关系，剩下七分钟了啊，因为他们告诉我五点一定要结束，哎，听了我是真的很高兴，我是本来要讲到晚上十二点的，啊，我乐意说法，起乃至牺牲，绝不退缩啊，哎。
好，剩下七分钟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坏的修行人，不好的比丘，不好的菩萨。一，无有自干，好劣下劣之法。无有自干，志气的志啊，精明能干的干。心中就是这个人没有志气，干起活来没劲儿，不来劲儿，一点精神都没有。追求名利，精神来了，哎，要修行，看经典，就睡着了。好热下列之法，喜欢小圣法，不喜欢大圣法，小圣、中圣、大圣、最上圣，好热下列之法，就说、哦，喜欢那个，不就近的，叫做下列之法。无有自干，好热下列之法，此人不得成就，是不好的比丘，是不好的修行人，不好的菩萨。第二，身着名利，名闻利养，其心不端直。这龙树菩萨造的十住比菩萨论啊，接下来的身着名闻利养，其心不端直，哎，就是贪着名闻利养，他的心端正的端，直正直的直，啊，直心是道场，直心身心菩提心是道场，这个呢一点都不直。就像戒律里面比喻的一棵树木，你在远处看着它很高，树木为什么能长得很高啊？如同从中拔出而起，因为这棵树干是直的，树干是弯的，能不能长那么高？不行。人的心弯了，就见不到佛性了，你的道业也不会成就。这棵树在戒律里面比喻，这棵树为什么在远处就可以看到挺拔而起？因为这棵树没有弯曲。懂这个比喻吗？人的心没有弯曲，就充满着智慧，充满着般若，立刻挺拔而起。这人中的佼佼者是一个好的修行人。接下来令护他家，吝啬的吝啊，令护大侠啊，这个令护他家就说啊，来到了世间，比如说一个比丘来到了这个世俗之家，看到人家世俗之家有钱不供养，气生气啊，再来也不忌讳说在家居士对我们修行人的观感，走过去看这个居士啊，也经济不错啊，有钱，他就是这样，你怎么不供养啊？还用药的，还开口像药的。我这辈子从来不敢，我们看的经典，哇，吓坏了，这佛制的戒律还有这样子像人家开口要供养的，我们没有听过。存在吗？也存在啊。哎，空口向你要钱的出家人当然是少许的了啊，就是令护于他家，就是不懂得在家居士面前保护出家人的形象的意思，很可怕的。接下来不信任空法，对于有很高兴，财色名食睡很乐意去追求，对于佛陀所讲的第一谛大空没有兴趣，能解脱的话没有兴趣，会产生执着的东西他特别有兴趣，对世俗的音乐啊、唱歌啊、艺术啊，有的
啊，不如法的，就是跟在家居士混在一起啊，没有一点出家人的气质啊。佛陀告诉我们，乐生灭的世俗法，不乐第一地大空的出世法，能说是出家人吗？世间人搞钱搞名搞利，出家人也搞这个东西，这听起来就很奇怪啊，那为什么要剃度出家呢？是不是？说不信乐空法，不好的比丘，不好的修行人，也如果是居士，也不是好的居士。接下来，但贵诸言说，啊，只是会贵，尊贵的贵，只是会讲一些很好听的，啊，亚里士多德怎么说，啊，然后康德怎么说，哎，自己最缺德，自己不知道，嗯，亚里士多德怎么样，康德怎么样，我看你是最缺德，啊，就是不愿意去做。不愿去做，佛陀讲什么啊？这但贵诸言说，只是会说说，不愿意付诸行动，还用那个最美好的世间的名词迷惑众生。他说他也在说法，讲那些完全不着边际，没有任何的营养，不能开智慧，对了生死一点帮助都没有。然后最后龙树菩萨说，是名败坏之相。我把它整合一下，哪些是不好的比丘，哪些是不好的菩萨，哪些是不好的啊，会坏佛陀的正法的居士呢？一，无有自干，好烈好乐下烈法，没有志气，不能苦干持修，喜欢下列之法，啊，下列就是不究竟。二，身着名利，其心不端直。第三，另户于他家，这句一般听不懂。吝啬的吝，就是一个出家人，吝啬赞叹别人，嫉妒别人有钱，另户于他家，就是注意，出家众到在家居士。就是要护着他家，就是要给他正信，就是护着在家居士。你给他佛陀的正信，就是护着在家居士的意思啊！不要跟他搞那个世俗的东西。第四，不信乐空法，对第一地大空究竟义没兴趣，倒是对这个财色名食睡一天到晚奔跑。我告诉你，在家居士很简单的判断，那个出家人一天到晚打电话给你，那个出家人一天到晚打电话给你化缘财色名食睡，我告诉你，那个出家人你就要稍微注意一下啊。真正一个修行人不会这样子的啊，打电话看情形，是救人吗？是传法吗？对不对？有时候特殊状况，也不是说法师就不能打电话啊，哦，也不是这样子，要看情形。但是在家居士要有一个判断的能力啊，哦，判断能力。哎呦，还有啊，你在这辈子一定会碰到好的，我们随喜赞叹，也一定会碰到少许的。佛教在我台湾看起来99%啊，半夜半夜诵戒啊，半夜半夜诵戒结下安居啊，精进啊。说实在话了，我可能福报比较大，我真的在台湾很少看到啊不好的比丘呢，可能我的福报比较大。我记得在台湾看到都是很棒的出家人啊，这是我的福报啊。或者在外面我也不了解，我这辈子就喜欢静，是名败坏之相。这个比丘会败坏正法，这个菩萨会败坏正法，这个修行人
会败坏正法，这不是好的出家人啊。第四叫做不乐，不信乐空法。第五叫做但归住，但贵诸言说，只是想讲一些好听的话，欺诳别人，也不愿好好的修行，付诸行动，这是败坏相，会坏了佛陀的正法。所以在座诸位啊，护持正法也是要用般若智慧的。什么时候醒得过来，就看你自己了。醒不过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啊。我的责任呢，就是这样子来告诉你，我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有根据的，这不是信口说说的。要我准备再给你看一下，我准备讲到凌晨十二点的，他们说要来拖厕所的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最后讲两句话，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广净道场结一个法缘，也感谢法务师带领僧团，啊，也感谢我们这些比丘尼，非常的感恩，也感谢我们这些啊护法居士大德，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因为都是佛陀的弟子，对不对？也不分彼此，我们一家人。一家人啊，啊，还有啊，也谢谢我们的仪会长，仪会长的儿子魏居士啊，感谢这位法师比丘比丘尼啊，请合掌。哎，不是合掌，不是鼓掌啊，愿以此功德，愿以此功德，消灾在座诸位法师、诸位护法居士大德，上报四重恩。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，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。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。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同生极乐国，愿生西方净土中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上品莲花为父母。上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不退菩萨为伴侣。好，在这诸位等一下，有次第的慢慢的疏散，不要慌，慢慢的趁现在有一点光线，但慢慢的疏散，慢慢的疏散啊。那么我现在就要回高雄，你们有什么遗言要交代的吗？没有。好， See you next time 啊，下次再见， Take care，请保重啊！阿东平站起，感恩师父慈悲说法，向师父三问信。好，一问信就好。嗯，好好。对面站，恭送师父回了。